老花一开箱，来吧。这个疫情够影响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不光是影响了实体哈，就最近那个快递也发不了，这个在路上好几天了，然后被压成这个样子了。好，先开箱啊，这是一个百合，它叫圣心百合，也叫圣星百合啊，比较小众的一个花，我也没养过，咱们先开箱吧，也让大家伙看一看是什么东西。当当当当当。这个呢，它是百合科的，但是呢，它是跟万年青是一个属的，这个开花就比较好玩了。像这种都是一些比较小众的，不没有那么走，没有那么流行的一些个花。这个你发现没？它有点像那个鲁冰花的感觉哈，有点像鲁冰花的感觉。嗯，开花没闻到香，没有闻到很香。看一下根系，其实。我一直想把我的一个经验用嘴说出来，我觉得我的口才还是不够。我跟大家伙说哈，当大家收到一盆花的时候，你要从它的一些形态上去判断它。你像这个花哈，你像这个花，我一看它就是怕热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叶子。对，我就感觉它叶子很厚。还有一个呢，它害怕雨水，你又知道为什么吗？哎，对，它是一种叶杯状的。你看我们家这些视频小哥的时候，所以说呢，遇到这种东西的时候，大家浇水尽量的不要浇在这种心里边哈，害怕雨水，肯定也是害怕热，好吧？还有一个，你看它的这个根部，我再教给大家，你看，哎，这种东西它害怕积水，知道个也，你应该是知道为啥？对，还有一个呢，它相对的来说是吸水的，因为比较吸水的植物哈，它根系都会长得很旺的，你没发现了吗？就是你像多肉，它很耐旱的，这个它的根系并不强壮。你像那一个很吸水的，它的根系反倒长得会更多。有的话说，杜鹃也是毛细根系，也这么。其实杜鹃它是吸水的，它害怕的是积水烂根。这种东西你一旦积水烂根就不行了。所以说大家遇到这种根系的时候，你就要判断了，吸水，不喜欢雨水，喜欢盆土要排水透气力浪一些。所以说配土的时候要让它排水透气更快。不喜欢雨水，所以说大家尽量的种到室内。不喜欢强光的猛晒，较为怕热，因为它总体看起来很厚实这种感觉。你看这个就妥妥的呀。要跟花友们说一个事儿，就是这种老叶子黄掉的哈，就可以给它揪掉了。然后由此你还可以判断一件事，它很喜肥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它代谢很快，你发现了吗？对，还发黄是吧？它会拼命的去代谢老叶子来供给上面，所以说呢喜肥。接下来就简单咯，对吧？哎，就是很多的花友有的话说，老黑你怎么会的？这个叫什么久病成医哈，真是久病成医。去年养死十几万的花，我去，土呢还是老花一的一个通用配方土，大家可以感受到啊，还是比较的这种，哎，松软透气。盆儿不要选特别大的了，选特别大的呢会产生一个积水闷根。加入一些底土，好多的花友说老花一，你按照这个土块状物多，我跟大伙说，现在我尽量在减少了，因为我已经配上搅拌机了。对，就是这台搅拌机，大家可以看到很大哈。搅拌机的话，这种块状物就会略微少了。老花友是知道，新花友有的他不理解，有的人说啊，这个有这种东西，有那种东西，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。咱们把这种大块的放到下面，垫到下面，这个就不用说了吧？这个是防，这是为了增强它的透气和排水，哎，省得你们垫陶粒这了那了的，费劲巴下的。薄薄的撒一层，薄薄的撒一层，之后加入底肥。哎，想要开花花，全靠肥当家。好，埋的时候不要太深，边上塞上土。这盆花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你就可以抓紧评论、分享和点赞了啊！嘿嘿，这盆花老贵了，多少钱来的静静？对，40多呢啊，这个小花花啊。嘿嘿，就是点赞、评论、分享、转发啊，在这条视频里面抽给大家了啊。养几天吧，咱们养几天，把这些黄叶子都什么了，都给它养过来了。拍完也可以发走了，反正养护也交给他了哈。有的话说，老花一你怎么也不挂链接呀？我跟大家伙说，老花一的这个开箱呢，初衷就是给大家去分享养花的知识。后期的时候，我会单独出一个号出来，单独做一个号出来，我会把链接给大家挂上。所以说我到时候我单独开一个号出来啊，专门给你们做开箱。好，这样就筛完了之后呢，你如果说哈，大家觉得这个肥料不够的话，你还可以往边边上再撒一些。这个相对来说是喜肥的，而且又是开花期，像这种哈，大家换完盆以后正常的浇水施肥，正常的给光照就行了。
不存在缓苗。我再跟大家伙说一下啊，像这种时期哈、啊，是根本就不存在缓苗这一说的，你就避免强光暴晒，你就正常养护就好，好吧？很多的花友就家里面是怎么个招呢？他就直接放到大太阳底下一晒就蔫巴了、干巴了，是吧？广东的花友就是在楼房上一晒干巴了。哎呀，老花友，你不是说不用缓苗吗？我的天哪！它是不用缓，但是你也得注意一下当地的一个气候，好不啦？浇一遍透水，一定要透透的。这种的一个黄叶子啊，不仅仅是它的一个代谢黄，还因为是什么呢？它的一个缺水黄，因为在路上确实缺水了，一定要咕咚咕咚泡起来给它喝一遍透水。对，就像这样咕咚咕咚，等到它不冒泡了就行了。然后叶杯里面这个位置，它肯定会有水，咱们怎么办呢？吹一下，把这个水给它吹掉，放到通风好一点的地方，尽量的。不论是浇水也好，施肥也好，千万不要往这个叶杯里面去弄大量的水，弄多了可就不行了，容易会烂，好吧？好了，喜欢的臭宝记得点赞、评论、分享和转发。一篇关于这个圣心百合的分享开箱就给大家做到这儿了，觉得不错记得点个赞。想看什么开箱？现在跟视频一样留言了，你不敢开的，你不敢拍的，老花姨给你拍，不会养的也可以给老花姨说，老花姨开个箱，对吧？你们跟着看。还能跟着抽，反正是免费送，对吧？我是老花一，养花就这一。